Utasepipi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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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is on m'aimait toujours mis de ma utasepipi. Utasepipi là. On s'en cas utasepipi. Utasepipi de quoi? Utasepipi. 泰雅话妈妈怎么讲？ 我打是不必。 雅雅念一次。 雅雅不必。 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 你跟谁学的？还唱我打是不必。 我打是不必。裁判都愿意被拍摄，那请他停止拍摄动作。你们没有资格，这是赛事，麻烦你向县政府嘛。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？ 好，现在就不让你拍。为什么不能拍？不能拍，我学生了，我有肖像权啊，你为什么要拍？那你们不要比赛啊！为什么不要比赛？比赛是县府办的，你要申请摄影证，请去跟县府申请。现在都有手机，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。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，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？那你去提告嘛。我们提告啊。你去提告嘛。提告啊。我们现场就请那个。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。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，我们。 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，这个是县府的比赛。会长，你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，那你们全部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哎，大哥，他们都不需要你拍。我没有违法啊，你专哪一条嘛？什么叫不同意？那你们去离开美仁国中自己去比赛嘛？不需要你拍啊。你这什么行贿啊？离开啊。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。 我没有违法，大家都是好好的跟你讲，请你离开了。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。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，好不好？对职员、选手、家长之外，群众就是观赛，眼睛看，不是录影。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？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？你管太多了，麻烦去做裁判。 你管到太多了，裁判，这是我们的裁判长一样啊，要服从法律嘛。一样的做法嘛，哈。对啊，要录影，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，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。我们也到场内，谁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，那不是大家到里面申请，你不要自己解读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自己解读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公器私用，利用警察来弄我，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。来，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。 哦，拜托拜托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影响我们比赛的。嘿，你看到没有？教练说，让裁判为难，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。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，不准我拍，其他的有讲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 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，你要么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。我就这个距离，我没有违法，我是颁法条出来嘛。你有时候会误判，你也是颁条例出来嘛。我们没有违法。他们现在大会，他们租借这一个场地在办活动，县政府运动，这是公家活动，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，不要误解哦，拜托。因为疫情关系啊，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。 Udas pipi, udas yot. Oh!
Hello， 阿姨，我们随便带果果。干爹娘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归纳，你说口鼻怎么讲 ？QQ 案，不不给。吹喇叭怎么翻？咪滋滋，嘟棒啊。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啊？咪苏拉苏的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咪阿里。很爽怎么讲？嘎苏爱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都嘎苏。拜拜拜拜。你好厉害哦。要拆掉，要离开，没有互相保留证据嘛？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蔡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现场。国中想念哪一间？哦，你这个几年级？啊，他几年级？三年级。这也很小，这是很小，这很小。他也是，他也是三，可是很多三个三年级，三个三年级。他也是三年级啊。三个。你也三年级吗？对耶。哇。那么厉害了你，阿美族哈，对，男生会不会讲男生？不会，都没有选哈。教练在那边，教练在那边，讲一下。
下次要拍 D-box 哦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女生叫不弟，女生叫不弟，没有啦，刚笑的啦。男生不是叫榜啊？没有啦。你好，开直播。没有，到时候回去会整理。排队，稍等。快点走，阿恒，来张姐姐，这个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
那如果你可以讲有把布灯给带一下你了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好舒服，看到没有？很爽的感觉，刷刷刷，对，比舒服更上一节，是很爽。哎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，阿叔都不给阿哥。哦，不带了，阿叔，太带。对对对对。天尊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勃起天尊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勃起天尊啊。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你是菲律宾来的吗？印度。花岗吗？花岗屌神。你们今天还有比赛吗？有。在哪个场地？在屌神的那个场地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Mahibubusu。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？泰亚根努比比苏。你这样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
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垃圾啊。你烧垃圾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？那台女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，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毒吗？我先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。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。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哎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，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我为什么不能po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没有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po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po文？你为什么不能po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po我了，你为什么不po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女再来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。注意。对，你打。现在打，我等。